Taiwan, I got some amazing news for you guys. I am headed to Taiwan right now to see you guys. Superman is on the way. Taiwan, this is Dwight Howard, aka Superman, and I am so excited, and I can't wait to touch down in Taiwan and start playing for the Taiwan City Leopards. 这一次，Dwight 的整个过程，其实我们花了蛮长的时间，将近有3个月的时间。然后我自己透过自己朋友的关系，然后我们联系到了他，然后开始慢慢观察他在NBA 的状况，然后整体的状况，然后我们到后面我们一直持续努力不懈，然后Dwight点头了。对，他今天收到你的邀请的时候反应是怎么样？其实他是一个非常humble 的一个人，就是我在跟他对话，整个的过程都是，就是你觉得这个好 nice 哦，他超级巨星，然后却是这么的 nice， 就是你完全不会想到，就是你会想一直跟他聊天，对。目前大家还是蛮多人在讨论，就是请他的价嘛，大约是落在哪一个 range？ 我没有达成超过20吗？是绝对了。是绝对超过20，但是就是是他一个非常满意的数字，我们已经有一个共识，是不能去说这件事情。对对对。除了薪资之外，是不是他好像只有针对公寓有做特别的要求？其他的有特别提出来吗？其他的要求我觉得都蛮合理的。对，那其实我觉得公寓的部分其实也是蛮合理的啦。我们自己觉得，其实他真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要求，其实就跟大家没什么区别，对。Taiwan, I got some amazing news for you guys. I am headed to Taiwan right now to see you guys. Superman is on the way.